芳香酶抑制剂 AI 是一类用于治疗停经后女性和男性乳癌以及男性女乳症的药物，当外源性补充异固同时，它也可以在标签外使用以减少雌激素转化，它也可用于乳癌高风险女性的化学预防。芳香酶是一种催化雌激素合成中关键芳香化步骤的酵素。芳香酶抑制剂 AI 是一类用于治疗停经后女性和男性乳癌以及男性女乳症的药物，当外源性补充异固同时，它也可以在标签外使用以减少雌激素转化，它也可用于乳癌高风险女性的化学预防。芳香酶是一种催化雌激素合成中关键芳香化步骤的酵素。芳香酶抑制剂 AI 是一类用于治疗停经后女性和男性乳癌以及男性女乳症的药物，当外源性补充异固同时，它也可以在标签外使用以减少雌激素转化，它也可用于乳癌高风险女性的化学预防。芳香酶是一种催化雌激素合成中关键芳香化步骤的酵素。芳香酶抑制剂 AI 是一类用于治疗停经后女性和男性乳癌以及男性女乳症的药物，当外源性补充异固同时，它也可以在标签外使用以减少雌激素转化，它也可用于乳癌高风险女性的化学预防。芳香酶是一种催化雌激素合成中关键芳香化步骤的酵素。芳香酶抑制剂 AI 是一类用于治疗停经后女性和男性乳癌以及男性女乳症的药物，当外源性补充异固同时，它也可以在标签外使用以减少雌激素转化，它也可用于乳癌高风险女性的化学预防。芳香酶是一种催化雌激素合成中关键芳香化步骤的酵素。